赌界命中的幻西，他在明逆时代中有一个非常害怕的人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幻西的出现在商城中根本找不到他，新上将的皮肤中也没有他，但是他在明逆世界中却有一个非常害怕的人，你们难道不好奇是谁吗？如果你在明逆世界中也见过幻西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幻西他非常的神秘，他可以在土块上居然可以自由的游泳，小伙伴们你们看，游泳的姿势非常的美丽，并且游的还非常的漂亮。但是我们发现土块它是实心的，我们把它拿在手中也可以看到土块中的黄土，这就证明我们普通人类是游不了的，并且我们普通人类在土块上只能正立行走。哎呦我去，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带走胖达，喜欢胖达的小伙伴赶紧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呀。那么幻西他最害怕的人是谁？我和学姐发现主界面中的幻西他是 C 位，没有错吧？但是在新版本更新以后，主界面 C 位的新皮肤变了，它变成了奶油甜橙希瑟，并且希瑟在迷你世界中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皮肤。小伙伴们你们看，左边的是柳香，没有错吧？但是商城中柳香它已经出现了，而希瑟却没有出现，希瑟只出现了在幻西出现的 C 位上。所以这就可以证明一个问题，幻西最害怕的人就是希瑟，如果他不害怕希瑟，肯定不会让出自己的 C 位给希瑟，你们知道了吗？